孩们砍过来，新年就是要开开心心过好年。先前有美国网站盘点了2017全球百大帅哥，到底有哪些让人恋爱的帅脸蛋？就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瞧瞧。首先，冠军由 BTS 的 V 拿下，在这看颜值的时代能拿下全球第一 ，V 真是太厉害了。他也是这榜单的首位冠军亚洲人。其他的包含第九名潮回放电的 XO 世勋，十三名则是由世界蛋的救国拿下，而 Big Bang 太阳拿下十九名，让人好羡慕闵孝琳以后一辈子看的都是帅哥的脸啊。台湾代表高以翔荣的21名，又高又有型，真是不意外。23名则是女孩们的男朋友男祝贺拿下。接着27名是钟铉，主办方再轮到他时将配乐暂停，改以黑白画面纪念他，下方还写上 RIP 字样，画面令人鼻酸。35名则是香港代表王嘉尔，38名由 XO 的凯拿下，而第45名则是我们的鹿晗，还有64名由防弹少年团指引拿下。2017百大帅哥韩流强势来袭，2018又会是怎样的态势？令人期待。